各位观众，现在我就向各位介绍韩国汉城华侨中学的曹校长。校长您好。曹校长非常客气，特别送了您一面这个中学的纪念旗，非常谢谢校长。首先呢，我们想请曹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华侨中学的前史，跟目前教学的设施还有学生的人数。本校这个期间当初创立的时候就是只有初中部，后来在韩战爆发的时候，本校被韩国政府南迁釜山，在韩战结束以后又迁回汉城，同时向侨委会申请正式高中部。那么到今年为止呢，已经是21年的历史。有多少学生？现在本校高中一共是1747名。那么学校的教员呢？本校的老师一共是67位，67位。我们很关心一点事情，就是我们了解有小学有中学，那么在贵校毕业的同学们，他们是念韩国的大学呢，还是回到祖国去升学？好的。那么本校高中应届毕业的同学，差不多是根据统计65%到国内台大、政大、师大这些大学升学，另外差不多有25%的话，在这个韩国升学，其他的有一部分是就业的，还有一部分是到美国或者是日本升学。也就是说啊，在韩国华侨的子弟多半都是从我们的小学念起。在韩国的华侨子弟都是经过华侨的小学，而不是初中、高中，很少到韩国去念书。相反的，倒是有一部分韩国的学生，他们仰慕我们中华文化。要求到我们中国学校的学习教育的工作。是的，目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华侨中学的新的校舍。是，现在这栋校舍是本校新建的高中部的校舍，是在上个月15号落成的。那么我们打算在3月份开学的时候，本校高中部的班级将全部迁到这边。我们非常感谢曹校长接受我们访问，谢谢您。